綺麗啦。綺麗。嗯。祝福你行這條路。嗯。这边啊，对啊，哎呀，那个你彩排啊，对啊。哦，这就是花莲光临哦，温阿鱼港彰化区。哦，这几条头拄啊，咧沿路啊咧驶来吼，啊边啊咧几条啦，哎，大顺交河。啊，整个遮就是出海港。哎、欸，啊，遮嘛渔船啊嘞！哇，遮个阿祖的渔船啊啦！啊，遮停车场要用停车的，得免钱啦。啊，遮嘛拢直摆啊嘞吼！哇，这船我那虽然旧，我那嘛袂少只嘞。哦，这古董啊！啊，今嘛来礼拜来底参观一下。哎呦，哦，这是海鲜料理啦。海鲜部，
哦，这拢待客料理啦。啊，在那写禁止进入，进入前先实名制。待客料理，哇，遐多。哦，这么近距离啊，欣赏这个这么豪华的渔船啊，每个地区啊呢，走遍那么多个渔港啊，这个渔港真的也蛮特别的。哇，这个都当地哈、哦、渔民，哎，当地渔民他现抓回来啊，他们都有自己的摊位，哎，啊，这就是他们自己哦。抓回来自己卖，哎、欸，那真材实料的渔民啊！哦，这个是都还算是蛮很新鲜的啦，哎、欸，这个都很新鲜的渔货。啊、你看他们的招牌哦，哦，他们就说啊，什么的一号哦，像这个号一路一号，哦，啊，进兴三号哦、啊，这个都是他们的渔船的偏好，嗯，哦，啊，这个好像还蛮新的哦，哈、哦，那个翁来的呢，哈、哦。这些渔船虽然看起来比较老旧一点，哦，啊，可是也都渔船呢，算都蛮大艘的了，哎，算真大只啊，哎。哦，啊，坐起这边啊，都海，哦，这若风太，可能这会趴起来哦，吼、哦。哇，美丽的大海。那港哦，温仔渔港，啊，外口迄搭咧围起来，哦，那是实名制，啊，你著甲扫描一下，哦，就会使入来内底哦参观，哦，哦，啊，再讲一个观景台啦，啊，可能是这啦，景观哦，蛮壮观的哈。哦我都不爱停在这儿。啊，这当行去。哦，哇，这是一个观景平台啦。这车嘛是会当驶入来啊，哦，是无遐严啦，哎，他都爱扫描一下，都拢会当入来啊。一个观景平台，
哦，这他都话问只阿弟阿弟啊，讲这啦，这观景平台啦，洗手间啦，啊，搁直直行吼，遐用遐钓鱼啦。又写什么？袂使网鱼啦，吼、哦，袂使渔具捕鱼啦，哎、欸，即算讲渔民啊的迄落财产啦。哦，即搭吼，迄、那个腥味也蛮重的，嗯。哦，啊，这所在你若为外口礼拜吼，啊，较无啥啦，礼拜都干那一个洗手间，搁一个平台，吼、哦。啊，你也是去行入去内底吼，啊，靠迄个鱼池啦，哦，卖鱼啊啦吼，啊，甲你料理啦，哦。哦，遐看这鱼船啊，拢足大只。爱食菜的吧？要菜出去掠伊啊，管了。